谢谢，就是郑律师这边陪审团协会有提供这个机会，然后还要谢谢就是各位在台湾的在美国台湾的先进好前辈们，就是提供我们这么多资源，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来这边就是做一个考察和学习，然后就那我们大家以后一起继续为台湾努力，然后谢谢大家。